我老婆的戴安芬内衣都没那么贵。文老爹，干电玩。老爹加油，成为联盟支柱，我已经很尽力了。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有直播而已，我在线下处理的事情你们都看不到而已。这边搞联盟赖群，然后这个有问题，那个有问题，但我觉得我管理的没有很好，是真的啦。但是我尽力了，我只能说问心无愧啊，很用心在经营。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，金旋风啊，爷爷啊，哦，兵哥啊，我们大家都有，还有包括一些我们的干部啊，大家都在帮忙，大家都很用心啊，是台面下你们看不到的啦。好，那么今天老爹要教各位怎么杀挂机咯，来看清楚，分享出去，变身，记得变成这个我们的巨大亚利安大公鸡哦，一定要变这个哦，知道吗？我们来找人，从一楼开始抓。朋友，大家看清楚哦，我今天试过了，真的是好用，只要他人不在，靠什么聚集啊脚本的都会死。阿猪嘛，一看到我就飞了，怎么弄？干你娘，他也变攻击，大小。干，我被石化了。跑屁哦！哎，用攻击跟你打，他妈的，你跑屁哦！攻击单挑啊，干！干屠龙法，你娘嘞，会怕哦？屠龙法会怕你？你有香消吗？你没有吧？笑死人！你以为屠龙法都一样强哦？滚！用攻击就打赢你了，小嫩炮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你想要真的想要杀人哈、哦，心机比较重的话哈、哦，你要搭配这个，对方看不出来是攻击。等一下我们要打，要来打架了。来拍个照，全部变攻击，好不好？给韩国人看哦，我们也是很团结的，好不好？气势不能输。哎、欸，变鸡不吉利哎、欸，你们是怎样要被人家宰是不是啊？全部进攻龙七。不是老弟，你这样变鸡是不是？你知道怎样啄死他吗？我要石化他。你要石化他哦，好好好，看你表演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开打开打开打！他们小四的都在右边后面。哎、哦，晕倒老弟。有，我一直在削削他，不让他飞。没事没事，不行的就顺血。哦靠腰，我怎么顺血到被人家晕？干你娘！反正是手忙脚乱了。没事，老弟，我跟你讲，法师就是这么难，法师是最忙的。哎，那我换账号，你帮我养啦，我帮你养，这样我全法师。靠背。那如果觉得我机体太差，就帮我提升一下。没问题。哎、啊，你记得汇款给我。哇，这个 easy king 剪头，晚上你不用睡觉啊！操。干魔是被吸完了。有一个法师会吸我哦，有人专门在吸你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有这种嗜好、啊，还想跑啊？艾菲尔呆，叉叉叉叉叉，出事了，出事了 ！Oh my god！ 干，我一直在补啊，惨了，我的心态是不是怪怪的？我现在一点都不期待了，我一点都不期待掉宝了，干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讲哦！我们公会打蓝的有出那个破灭大剑哦。不是啊，我说的不期待，是我觉得明天就可以制作了。干的，我这心态是已经怪怪的了。惨了，我要出100万被我老婆看到了。哈哈，我老婆赖我，靠腰。我老婆说按赞数好诡异。哈哈，我老婆是忠实观众，她看得懂，她看得懂我在讲什么。我怕你超过100万，你老婆回家叫你跪跪键盘。他已经放弃治疗了。你要支持老公的兴趣啊，对不对？这身为女人，我还真不好讲什么嘞。哎、欸，你老公如果这样子搞，你会怎样？他前一阵子前两天才买了一个30万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支持哎、欸。花钱没关系，他记得赚回来就好。感谢精英033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原来台湾最大课长是文老爹，我还差得远呢。比我数比我多的人一狗票，好不好？数都数不完。好，先不管那个啦，我的打火机没火。先把这个工会扒下来吧。这个工会我跟你们说超级强，大家一定要团结。所以麻烦各位台湾的朋友、宙斯的朋友、哦、就是大家要团结，我、哦、拜托了。他老是笑我们台湾人，好不好？
先干爆他，他很软啊，晕倒一下就给他飞了。啊靠！要一整群，干！赶快撤，赶快撤！干怎么会突然那么多？哎，结果我刚六大十五秒，真棒！什么东西十五秒？我没有啊，就带动能拳绕了大概一圈吧。遛狗，遛狗，遛起来。变卡斯伯放烈焰了、哦。卡斯伯该不是蓝变吧？干，真的是蓝变。炸一下，不直接死了，不用起死回生直接死。有没有？炸一下几乎要直接死了，根本不用普攻了，打人看看如何哦。炸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四下就死了。阿贝，我的烈焰术炸死了，四下。三下两千，我刚炸他几下？四下吧。一下，两下，两下，两下一千。丘比特一下，两下，三，四，五，六下，冰刺的两倍。哎，有痛哎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我靠！哎、欸，真的很痛哎、欸，这真的很痛哎、欸，三，干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世界战场的人很多不认识我的人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我们可以装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等一下跟我们反击之后再用烈焰吓他，哦，看到敌猛的，假装我们很弱，哦，这样 K 他，回击啊，老哥，好看，回击了。哦、一般来说，这种红变的是不会跟我对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时候炸一发烈焰吓吓他，哦，他应该傻眼了、啊，然后他就死翘翘啦。来，死蓝变来了，蓝变在戳他。哦，当他回神的时候说：“干，哪里来的白目蓝变？”哎呦，有，跟我们对打了，跟我们对打了。这个时候给他一个赞，一发烈焰炸下去。干没打死啦，靠杯！哦，白木蓝变又在戳人了。等他回过神来反击的时候，欸，靠腰啊，靠腰怎么打死了？装逼蓝变又来了，赶快反击啊，老哥！好、哦，反击了，炸一下，怎么炸不到？炸死啦！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们蓝变仔在靠红变，哦，发现了，要反击了，结果他被我逼到墙角，一个烈焰飞了，欸、靠腰，我被关厕所，哎，走开了，干，走开了，干，走开了。那么各位观众，麻烦离开之前帮老爹按个赞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